列车长沉稳应对，高铁列车上延52分钟紧急救治。您别急，我们已经通过广播在旅客中寻找医生了。是清河站吗？回想起列车上惊心动魄的52分钟，29岁的王文杰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这一次我没慌张，可我还能做得更好。我给自己打80分。旅客拒绝在怀来站下车。王文杰、张艳美和赶来的64岁的北京汉章真刀医院的临床主治医师王树林一起组成了临时救治小组。